传，帝国三大战神领兵来犯，距离此地不过3000米，是否迎战？迎战，蝼蚁。龙殿盘踞海城，驱逐各方势力，未免也太霸道了吧！海城自古便是我方所有，我身为龙帅，自然要收复失地。龙殿必须解除限制，否则就是与我等为敌。犯我边疆者，虽远必诛。免去死！还有哪位想动手？肉民，我们愿意退出海城。我们愿意退出海城。3日之内送上降表，滚出海城！拜见龙帅。龙帅，您的父亲出事了。什么？